どうも、クロです。今天要来开的是葬送的福利连补充包一箱。从去年年底的预组发售之后，终于等到补充包发售啦。这一弹的卡片，首先不得不说的就是选图真的太神了，个人觉得光是这些卡图就有开盒的价值。虽然有些角色很可惜没有入选这次的卡图，不过整体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。 OK， 那么就来开盒吧。开盒，这次的 PR 也是先后攻。6+6，12包。双儿最喜欢的魔法福利连三等联动，双儿笨拙的生日修塔尔克三等联动。好了，站在你面前的是活了千年以上的魔法师。OFR 永恒的爱，绝美名场面。SR 早上的准备福利连，双儿稳重的魔法使费伦零等集中，
第二合。P 二后宫。双儿东庄福利莲。SR 飞吻福利莲，金梅尔表示暴击。SR 重要的东西福利莲，三等早出。双儿断头台阿乌拉三等联动，效果极其还原原作。双儿开始旅行的契机，西梅尔三等联动。双儿净莲华的手镯费伦，SR 烦恼中福利莲。OK， 那就来看看这次的结果吧。第一盒有 CX 联动有集中，但重点还是那张 OFR 神级选图搭配的联动效果也不错，光这张就值了。第二盒有新梅尔联动，阿乌拉联动也有一张，人气第一第二名的都在这了。这次的合配率也一样是3到4双 R 3SR。再来是一箱的闪卡部分，黄色、绿色、红色、蓝色有够多。OFR 全13种出9种，先后攻全6种。最后，这次一箱的签卡是四张，一 SSP， 三 SP。这次的相配率固定会有一张 SSP， 加起来总共是4000。SEC 的部分，目前已知的是不会占到这四张的格子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出 SEC 的话，那箱就会是一 SEC， 一 SSP， 三 SP。以上是这次葬送的福利莲开箱。这弹的翻译一样有放在猫罐子和我的粉专相簿，有需要的都可以去看看。那么就拜拜。